今天来一期我依依宝贝的礼物合集。直接来个小星星冠名。再来一次。直接冠名大啤酒。这次直接来个大礼物，爱的纸鹤，小星星，小皇冠，云上拨水，大啤酒。再来一个大礼物，奇幻礼花筒。下面是宝子们的小礼物。到榜一大哥的纸鹤了，直接给我干到冠名。来个怕吹的32朵玫瑰，后面都是我榜一大哥的几十个红包了。来自各个宝贝的小礼物。榜一大哥红包停不下来。这期视频有点长，也谢谢一直支持花花姐姐的小宝贝们。还没关注的宝贝记得点点关注进来直播间哦。关注我哦。